大家好，又到玩一次的时候了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游戏呢，就叫做 Automania。 那呢就是玩什么呢？就是生产汽车。那呢二至四个人玩的，那就60至90分钟的。那呢就好，那我们试一下，就是两个人玩，我呢红色的 Power， 小虎就是绿色的。那这个游戏玩什么呢？就是 Worker Placement， 我又有些工人啦，每人6个工人嘅一开始，咁咧就有啲 tile placement 啦 ，tile placement 啲 game 嚟嘅，咁啲 tile， 咁要做乜嘅咧？就要嚟 upgrade 你间车工厂嘅，每人一间车工厂，咁有三条生产线嘅，咁呢架咧就系车仔最 cheap 嘅，呢架房车，呢架跑车，咁如果生产呢架车仔咧，嘟嘟嘟嘟，咁就完噶啦，咁睇下有几粒星星。星星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你的车的受欢迎程度。譬如这个跑车呢，如果这样生产呢，一粒星星两粒星星就出来了。但是有什么可以增加你的星星啊？譬如这个呢，这边的船呢就运去美，运去美洲的，将你的车买去美洲呢就收钱，收5元啦3元啦这样。如果用这边的船呢就运去欧洲的，呢边就少啲钱，但系咧就高分啲嘅。咁睇下你想要钱定要分啦。咁咧，如果运去美洲市场咧，咁而家美洲系兴咩咧？哦，兴呢个速度。咁啊，四粒星个值，安全3粒星，环保啊2粒星。咁你完咗一 round 之后咧，咁就会跌落嚟噶啦，跌呢个落嚟定跌呢个落嚟咧，就唔知啊，会 shift 嘅，即系呢个咧，呢个速度计咧就冇咗啦，上咗去呢两个咧就会跌落嚟。然後再加埋呢兩個試打過，咁所以咧每一彎嗰個受歡迎程度咧，歐洲同美洲都唔同嘅。啊，歐洲咧冇咗呢個環保噶啦，即係玩完一彎咧就會上咗去啦。呢個咧就變4粒星。好啦，咁咧就我哋示範下先啦。咁啊一開始咧我有1分，咁啊6蚊，咁啊小富啊多我1蚊啦，多我1分添。好，我是起始玩家。咁呢个呢就是每人都有嘅秘密任务。S 即係代表 start， 即係开始嘅秘密contract 啦，或者单啦。咁如果我做到一架房车，即係呢架生产一架房车7粒星或以上嘅，唔係生产啊，卖咗出去嗰时啊，生产嗰时啊，生产嗰时咁就攞3粒星3分啊，3个奖牌就係3分啦。咁啊，有好多任务一间可以攞嘅。咁咧开始咧，我梗系想 upgrade 我呢个工厂嘅生产线啫，多啲星星啦。咁呢度做乜咧？呢度咧其实四张台咧，四间房啊，就系请经理啊，请咗经理之后咧，就帮助你间工厂咧更加先进，攞多啲分嘅。好，咁一开始我做咩好咧？如果我想卖去美洲市场，有呢个 meter 就好啦，四粒星，咦？有喎，或者请个肥仔都好喎，请个肥仔多个工人喎。但我冇钱。哇，呢个要3蚊生产嘅车先可以攞呢个，仲要跑车。跑车，但我嘅秘密任务系咩呢？系房车喎。房车一粒星，如果呢个位呢个碌都几好嘅，但系要3蚊，我得6蚊啫喎。又话肥仔咁多人，好啦，唔好谂啦，生产个跑车，然之后攞咗呢个辘，啊唔系呢个辘，呢个系嗰个速度计嚟嘅，即系增加个速度嘅。首先咧，生产呢个跑车要俾3蚊，咁我就抌咗2蚊出去啦，抌咗4蚊出去找翻1蚊先。好，然之后咧呢、这个 meter 即喺边好咧，即喺呢度啦。点解呢？因为一间我生产跑车嗰时候就会经过佢，加4粒星星。如果系卖去呢个美洲市场，如果卖欧洲市场都有3粒星。咁但系如果我生产房车咧，都会经过呢个位嘅，所以呢条生产线都有好处嘅，都会计入星星嗰度。好啦，而家我俾咗3蚊咧，我要生产一个跑车。咁我生產擺喺呢邊啦，因為我想搵多啲錢啦，一間賣咗佢，咁就4粒星星啦，即係呢個值4粒星星啦，5啦，6，好，生產呢架車
经过咧就有六粒星星啦。六粒星星我摆喺左边啦，美洲咁啊，六粒星星，好，即系我哋嘅受欢迎程度去到六，诶，咁啊即刻攞一分，即刻奖我一分，好，咁啊到小虎啦。小虎，咦，佢可以请肥仔喎，不过如果佢生产跑车咧，我个人喺度咧，佢就要用两个工人，然之后掉走我工人，俾翻我用嘅，咁佢梗系唔会做嗰啲咁蚀底嘅嘢啦。好，佢买肥仔喺呢度，俾一蚊。生产架车仔，咁啊攞咗个肥仔先。呢、这个肥仔咧，好请啊，又要俾一蚊请。啊，俾一蚊，咁啊请咗佢啊，请到佢咧，即刻就多咗个灰色嘅工人啦。好，咁佢就要生产架 cheap 嘅车仔。呢、这个车仔，哇，一粒星都冇，一粒星都冇，咁点搞啊？啊！连呢个船都冇位摆，唉，咁样啦，不如佢搵一个人喺呢度啦，买一粒星星啦，即系将呢架车加一粒星星，咁啊，挤喺度啦，亦或挤喺呢边咧，一粒星星都冚我，但系我有个车喺度咯喎，好啦，佢不如买呢边啦 ，OK， 好到我，咁我第二个工人做咩好呢？越多星星咧，架车阵间咧卖嗰时咧就卖先，卖先有乜好处呢？啊，睇到啦，卖先就梗系拣奖品先啦。呢个奖品咧有五蚊同埋一分。啊，我拣咗呢行咧，因为二人咧佢小虎就冇得拣噶啦，一定要拣呢行噶啦。但系如果三至四人咧就可以拣晒嘅。咁我就有冇啲搵钱噶？冇喎，咦？呢啲都吸引喎，我仲有三蚊，呢、这个就太，咦唔系喎，我生产呢架车做一个呢、这个加一喎，但系而家睇下先，咦呢、这个安全都值三粒星，咦 OK 喎，诶呢个唔使钱喎，好咁我即系呢度做咩咧？就攞一张 contract， 咁我梗系攞呢个人啦，咦呢、这个都得，呢、这个啦，好攞呢、这个。咁就挤落边呢，咁就视乎我一间想生产咩车啦。如果我生产，我剩返三蚊，可能生产 cheap 车㗎喎，可能係呢架，咦咁样都 OK 喎。好，咁我不如挤到啦。挤到呢，我一间生产房车又会加星星，生产车仔又会加星星。好，咁然之后呢度就三减一。咁我既然生产，咦问好问好，要呢两个，哇，十分，呢、这个又十分，呢、这个系色仔，点解有色仔同定风翼、哦？或者呢、这个好啦，就攞呢个啦。呢、这个即系任何一架车，任何一款，即系三款里面都得。但系咧要有色仔喺佢嗰个 upgrade 嗰度嘅，同埋呢个死气喉好。咁我做完啦，咁咧又到小虎啦。咦，小虎有个灰色工人啊，做咩好呢？咦，可以攞钱喎、啊。如果冇钱，佢就有钱啦、啊。小虎不如佢又攞卡啦。既然我攞咁开心，好挤落去攞咩先呢？小虎，哎呢度补翻一张先。小虎佢嘅秘密任务系咩呢？车仔喎、啊，佢谂办法加强个车仔先啦、啊。咦，两粒星星喎、哦！咦，呢、这个呢？咦，呢、这个都 OK 喎、哦。好，就加喺度。呢、这个因为值三粒星嘅呢边就冇，即系佢要买呢边买去美洲嘅船。好啦，咁佢呢度咧又拣一张啦。咦，车仔喎、哦，啱晒喎。应该加埋呢个六粒星嘅车，生产一架车仔系超过六粒星嘅就攞呢两分噶啦。好，攞咗佢先。好啦，咁又到我啦，暂时呢我就剩返四个人啦。